早晨啊，今天是12月十月几多号啊？15号啊，系啊，仲有两日要跑街马，今日翻早啊。呢段路咧由鳌尾落，沿住呢个屯门河咧一路去西烈站咧，就是我平时翻工嘅跑步路线，一共大概3公里到啦。咁你见我系孭住个背囊，咁有咩咧？有我翻工嘅制服啦，跟住午餐啦，同埋啲 notes 啦，一啲翻学嘅文具啦，所以都唔轻其实。可以练到呢、這个，即系好似平时负重咁样越野跑嘅一种练习。OK， 好，拜拜。